这个啊，今天阿 C 就是跟爸爸同，今天真的没有上上课到，真的就他在一起啊，有损国家的皮，国阵阿 D 吧，刚才那个啊，怎么样？那个是陆委会广告的，知道陆委会广告。哎，你是国民党的。还有赵顺啊，不是赵顺，赵顺就是胖胖的那一个啊，或者中风那一个啊。都还是陆委会广告呢，是我国家出钱的广告啦，无政府。啊，就包括啊，拢个人政的政务员的，啊你安尼秘书哪共管安尼？会排斥啊？可以讲，我以为是秘书。冇我就写你讲你听广告嘛。对啊，我白来是啊。还是叫国家的事啊，不是国民党的事。爱甲做，这种个。这也做，这也做，这肯定做不上做。无你当阿婆，你不要当委员。我早就退出国民党。哈哈哈。你当委员。当连刘世新去办公室无，把我搞醒，叫我卖退上。我就是当初宋楚瑜哦，执意参选。啊，参选台连战无条。啊，好，咱阿边个？那个比，那个都听我讲过，两百亿。啊，结果哦，第二2004年的时候，去年连战做总统，宋楚瑜做总统。我，啊，你这个敌我不分，但这个敌人对不？把他海战丧失哦，丧失执政的人，你去年我倒去，我就看过，我感觉这国民党无前途，我有退出国民党。嗯。来啊，政治跟我们赌博一样，有时候看他的时候，还是斗一斗，斗一斗吧。对啊，啊，所以那时候就输吗？啊，退出国民党了后，第二天我随家入民进党。来，强制了吧。哎，哥，反正你也是一样管的，搞搞国民党哦，你那么做啥啦？国民党哎，哎，你也加国民党管我？弯路，弯路，弯路，加加你管加别人，卖做就卖干。所以国民党还不知道我加入民进党，啊，我现在一直在国民党那边混。菲律宾混。阿弟，你也加入就还好。Thank you, Lord. Thank you, Lord. 这边的是加入，这边的是。啊，我讲，不要传言讲啊，咧，不敢讲就好。做兵的，当然还两叫的叫兵。他动动要，有空的时候叫上来。啊，就是还在打的领导嘛，动还是重要。你那个他，你本来我打的，加是啊，加是动动的，放叫上来。我别在一块上面。我说你要去搞搞。